你好，李焕英在第十九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中是获得了优秀故事片提名。回想起2021年春节档，这部融合了喜剧、亲情、穿越等元素的作品，不仅让贾玲手执导筒就取得了超54亿的票房佳绩，片中的李焕英更是让无数观众联想起自己的妈妈和家人，在合家欢之余，带给我们亲情的动人力量。欢迎。数的欢笑、感动，还有泪水，再次欢迎你好，李焕英的剧组来到我们的采访区。怎么样，三位先打个招呼吧。对，华表奖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张小斐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陈赫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演员荀聪。我知道李焕英这个角色对小斐来说是一个极其特别的存在哈，他对你来说最大的改变和影响是什么？我觉得。可以说这个电影它改变了我的职业命运啊，把我又拉回到了行业当中，也让更多的人可以看到我，我也因此获得了比以往更多的机会啊。然后未来呢，我也是希望就是专注当下，然后能抓得住当下的每一个角色，把它饰演好，然后也希望可以饰演的角色得到观众的认可。今天其实我们看到贾玲是没能来到红毯现场，但是这部影片也入围了优秀故事片的提名，所以要不要在线隔空祝福贾导一下？我其实刚从那个贾导的片场回来，那就再隔空再祝一下吧。对，然后希望玲姐今天有好运气。其实也是各位演员的成就，一起成就了这一部经典的《你好，李焕英》。我觉得陈赫今天也来了，是不是也要跟大家透露一下自己新的工作计划？对，刚录完五哈，然后下个月可能进组拍戏。对，期待你的更多的大荧幕作品。好，谢谢。好，期待各位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欢笑和感动。谢谢。